高兴又难过，真的就是高兴的话就他们回来了，70年才回家；难过的话是我们活着回来了，他们牺牲在朝鲜，真的是一想到这些我就掉眼泪。我押运那个手摇的电报机往前线送，完成任务了以后，冒折都给我打个眼儿。哎呀，那我就没想能搞朝鲜回来呀。这弹片，这，你看我这手，脑袋。我那前寻思，那也就是牺牲在朝鲜，我幸运我还回来了。